日式茶道寧靜優雅，仲high過西人啲 high tea 啦。英國紳士飲嘅咧就係 afternoon tea， 而 high tea 只不過係啲農夫喺個廚房揼住張高台飲嘅下午茶嚟嘅啫。一杯茶睇到各地嘅文化。1月27號晚7點，細説名城。先由陶傑帶各位去倫敦 tea 一 tea， 之後有Eason同你去日本飲綠茶。Oishii。